炮组才刚上14本，他联赛排第四，对位是16本，咱们能打吗？肯定不能打。咱们看一下对面六号，这个六号也是16本，咱们可以在16位置点个头车，一个地震激活大本头车，把上面爆掉。下面在擎天巨柱面前丢个库利亚水拉扯住擎天巨柱，然后咱们的超级天女直接打到鸟炮这里，在吹风机面前丢弹力亚水，直接打穿天女跳进去。右边可以丢个超炸开墙，忙完进去把头死砍了，接着可以丢个闰土，到时候链接过去把中间收一下右边这一块。OK， 思路已出，直接出来飞兵。香蕉一条大香蕉，一个个的问题喵。OK， 这个配兵已经配好了，咱们直接找到对面六号，这个六号在这里，瞄准六号直接开打走你。进来视角拉到13点位置，咱们点一个野蛮人探陷阱，然后点一个偷车，接着下弓箭手跟野蛮人拉扯住这个迫击炮的火力。这里少带了一个龙宝，多带了几个气球，一共带了7个气球，随便点两个气球把这个迫击炮砸一下，地震震一下大本。OK， 这个大本激活之后，咱们视角拉到下面擎天巨柱面前，一个库利亚水拉扯恨，再点一个气球探雷，接着下咱们的天女。咱们的永王也下了吧，永王带的是狂暴宝石加伤害，让咱们的女王打快一点，点个超炸把墙炸开一下。咱们的4个小永王也一起下了吧，让女王打快一点，快点去把鸟炮拔掉。超级天女最怕的就是对面的鸟炮，鸟炮一掉这个天女就安全多了。哎，不对呀，这天女歪了歪了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还可以，回来打鸟炮，鸟炮基本上是2秒钟就被点掉了。这里继续天女往前推，也不要着急，等下一个弹跳直接挂吹风机面前，把这个阵就能打穿了。看一下上面投石车，投石车也是非常的安全。哎，不对，天女嘎了，我去，开个金身硬保一下。第一个狂暴把天女的血量抬一抬啊，这个天女的话血量还是堪忧的，这里准备丢弹跳。哎，不对，我弹跳了，哥们，不是我没带弹跳呀，我去，这个配兵配弱了呀，弹跳都忘记带了，这完了呀，这一刀肯定伤不了了呀，这怎么伤心呀。哎，天使摆头这个多头没有烧天使，天使活下来了还可以啊。咱们手里还有3个超炸，先点一个超炸把上面的墙开一下，再点超芒把边断一断，准备一下咱们的大野蛮人进去把这个头死砍了。下面的天女还拐出来了，完了呀，这怎么伤心啊，手里还有2个超炸了，点一个超炸把看能不能天女进去吧。天女进去了还可以啊，点最后一个炸直接堵一把，看能不能炸到里面的墙。右边下一个闰土开始收呗，这完了呀，这最后一个炸都没开到里面的墙，这怎么伤心啊，天女要留边了吗？咱们的大野蛮人开个大招直接砍一下吧，这肯定伤不了，这怎么伤心啊，对面的援兵也出来给个毒药毒一下对面的援兵。这真该死呀，这个多头还烧咱们的天使啊，赶紧兵一下多头啊，这个大永王也没了，过去直接炸掉了。手里还有最后一个狂暴了，这个狂暴给闰土吃吧，闰土召唤猪猪往前怼吧，时间还剩下40多秒钟，这怎么伤心啊，我去，对面还有3个纵火呀，这肯定伤不了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掏出最后一个办法了。保天保佑啊，献祭号主30年单身，换这刀伤心啊，10年一颗心啊。哎呦我去，交易成功了呀，这一刀也是伤心了呀，号主也是得吃了呀，14打16直接载入死车。